就是奔着把我练废去的。我抗议。哎，不是你别抢，你别抢。掐人呢，你这个。来。哎，你我要惩罚一下你。再往前一点。你干嘛了，这个人？想你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话，就趁年轻赶紧改改你的书呆子性格。抖一下脚哈，小峰抖一下。我再奉劝你一遍，如果你不想你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话，你就趁年轻赶紧改改你的书呆子性格，多找几个出路。游戏啊，游戏的规则，社会也有社会的规则，每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。你看我，你不是2018年的人啊？2008年，我7岁。那你现在呢？现在19。35，刚来，是贼强啊！这35的有点咸，这么好吃啊？对啊，这跟水干的。李二爷，你等会儿。那个武行教的，他这儿可以动作组统一训练都有。一般就可以。发达的时候拿一个8/8。你去过了。啊，就是。